这个是算是日月潭的老街。你小 baby 的时候有来过，你记得吗？你一直阿妈鬼卡。这边有很多好吃的，我们现在要先去餐厅，而且刚刚下雨后，我觉得凉蛮多的。我们这边要来餐厅，你看人好多哦。噔噔噔，我们晚餐吃这间，噔噔噔，看起来很不错哦。我们坐这边呀，百菇汤豆腐，是拌饭鸡翅。里面有包饭，对，这边有那个山猪肉，等等，肉哦，200度。那可以拍椒盐吗？哇，还有椒盐，没有？那你们先吃吧。啊，该吃了。弟弟，好吃吗？咦，我们吃的超级饱，我给山猪肉第一名，噔噔噔噔。好，附近晃晃，又买了一份地瓜球。是哦，这个地瓜球怎么这么大呀？慢慢吃哦。现在天气凉凉的，好舒服。上次来这里是一年半前的圣诞节。风景很漂亮，日月潭真的很真的，日月潭真的很漂亮，而且现在就是太阳下去，而且人其实蛮多的。啊，你用叉子叉，好吃吗？神买的好好吃。你看，他是青蛙王子耶，你没有耶，你过去拍啊。你去验啊，快点啦、啊！耶、yeah, ，悄悄要去吗？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好厉害哟、哦！弟弟，弟弟，哇，耶、yeah ！好厉害，悄悄你要吗？我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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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你们买了两只青蛙吗？咻咻！你跟青蛙王子买的吗？我会发亮。哇，会发亮哦！青蛙叫，青蛙叫，青蛙叫，好可爱哟、哦！爸爸要来买饮料，点了红玉红茶。来这边感觉就要喝一个日月潭红茶之类的。哎呦，你们两个一直在玩青蛙哟！青蛙王子，青蛙王子卖给你的，对不对？青蛙，一只青蛙，一只青蛙，青蛙，一只哦，啊，青蛙要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雨来的，我们来日月潭住这里哟，当当当当，嗯，已经吃吃等等，哦。里面长这样，嗯，我们今天住这里，噔噔噔噔，很大哟，嗨，这里是什么？这里是房间。这里是房间，我们这边住一茶一宿。还是一茶一宿，应该是念一茶一宿。
跟螃蟹的好好吃哦。很好吃吗？好吃哦。这个是刚刚阿嬷他们去搭船买的茶叶蛋哦，刚好也叫阿嬷的茶叶蛋，很好吃吧？它是日月潭名产。我们去溜滑梯了，走走走走，这边还有电梯耶，噔噔噔噔，走 baby， 你们要去吗？溜滑梯的，我们站在电梯上面。对，没有错，可以啊，这边是乖宝宝，欢迎来到一茶一宿，噔噔噔，哇，你们好厉害哟，妈妈可以进去吗？好像大人可以进去还是不行？哇，弟弟好厉害哦，弟弟，哇，换你，换你了，恰恰好厉害哦，好，恰恰溜，咻，哇哦，悄悄，你在这边卖东西吗？你是老板吗？你看这个是积木组的树，哎，积木组的树，对，这个树好厉害哦，很强吗？很强，你看恰恰又要来这里当老板了。那个是我不知道，哎，好像是咖啡机。弟弟，哇，弟弟好强哦，弟弟。弟弟很厉害哎。哦，弟弟，弟弟，你要跌倒吗？恰恰，你走楼梯好了，恰恰，恰恰有楼梯啊，你不要。你会吗？你会吗？恰恰，恰恰，你会吗？哇，恰恰真的会耶。这边也是有楼梯的啊，好，咻，两个小屁屁吗？妈妈也要溜，咻，哎，哎哎，妈妈屁屁是不是太大了？我们一起去推你下去。好，你们再继续玩。里面真的有东西耶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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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也不知道耶，那这个也有吗？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个没有，噔，这边有很多寿司耶，弟弟，你卖寿司，你来卖寿司吧，你们要卖寿司的吗？好，卖寿司的有。谢谢。